够好诶，听讲性格电视台吼、喔、要招考演员。哇！哎呦，佫无限年龄了，啊！若我这班诶吼，无来无就太无彩了。啊！到时阵吼、喔，我若考到女主角吼、喔，啊！来就想着讲吼，会当甲男主角安尼，我。我就介欢喜，规个拢高兴起来，哈一步啊！进去吧，进去吧，时间到，时间到啊！导演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你嘛好，你嘛好。嘿嘿，我讲你是阿好，即嘛是。哎，是是是，阿我就是阿好啊。安尼真简单，我有听过风声，嘿，讲你真够演戏。无影啦。嘛是爱经过我的考试哦。来来来来来，无问题无问题。OK。这个考试真简单。好，我来讲啥，你就演啥。简单。好啊，无问题。而且呢，表情，我上重视就是这表情，表情一定要有道理。对，道理。无问题吧？无问题。来来来来来，好来。安尼咧，起码咧开始，开始好。好好好。你想一下，吼，想啥呢？想啥？是想你甲初恋的这个情人，拄仔咧约会时阵，突然间，有人掉的，你生气，一直蹦，一直蹦，哪蹦哪下面？面顶下面，面顶下面。下面，按下面。不是面顶哦。下面甲起。无错。下骹。下面，佮蹦落。佮愈蹦愈下面，望到两个胖胖的。碰碰的，就是你的尻川。这个时阵，你感觉，来表情来啊、哦！你更小，又更欢喜，更小，又更欢喜，更小，就更小，就更小的，又更就欢喜的。好，他，安尼安尼噻，安尼噻。你安尼无怪人讲你真天分，啊好志嘛呢？来，阿哥来。即卖呢一般来讲招考这个演员是基本的嘛。嗯。四个表情。喜、怒、哀、乐。吼。对不对？我会使，会使。会使吼。这四个表情当中有一个上好做，今仔日甲你考。哦，啥物啊？怒。怒。怒，是怒啥是怒？愤怒的怒。哦，愤怒的怒哟！哦，无问题，无问题，我愤怒的怒。过来，你开始啊！怒，怒。今晚你开始想，想你今晚怎么洗身躯？这个洗身躯的时阵，发现着窗仔门外口有人在偷看。开始摇，开始摇，一直要怒起来哦，一直要怒起来哦。不是嘞，哎，导演啊，那别人我是唔知啦，啊，若是讲吼。那以我来讲吼，哎，我若咧洗身躯的时阵吼，若捌咧头壳偷看，哎，内行咧，我会欢喜啦，啥物咧愤怒，哎，对，安尼唔对啦。哎呀，好，你嘛听我讲一下，嘿，我代志还袂讲完呢。啊，无咧。你为虾米愤怒？后边话我袂讲。啊，无继续，继续，好，继续。你发现窗仔门外口有人咧偷看的时阵，对方一看到你的身材，伊竟然大叫。嗯。对呀、啊！哎呦，哎、欸，你嘛较差不多嘞，哎、欸，我吼相当嘛是身材袂歹的人嘞，老公老诶，我该胖的嘛有胖嘞，啊该耐的嘛有耐嘞，啊该翘的嘛翘得动嘞，嘿，讲啥物咧看到鬼，迄时阵有咧输人命讲死去啊，好，安尼好过，安尼有过哦。我安尼，我拄则在甲你考试啊，啊，看你愤怒的表情是啥物款嘞？哦，安尼哦。对啊，你啦，对啊，对啊，我就跟你讲，无问题。喜怒哀乐，加你讲是有四种。哎，就啊四种嘞，啊，都安尼无啊。依照你的资质，这两种若通过，差不多后边这拢难不倒你啦。安尼哦，所以哦，你直接跟你录取啊，安尼通过也是。明仔九点会知影无？会记你来报道。啊，拄好有一出戏呢啦。吼对。明仔早起记得准时哦、喔欸。我一定准时啦，我一定准时来。哎，导演啊，谢谢哈，再见哈。演戏女主角。哎呦，导演啊，我来啊啦。啊，你来啊！哇，你真
准时。做一个专业的演员，就是爱安尼。一定爱的啊！不哩过吼，好起嘛，你运气袂歹呢。安怎好？今仔日呢，甲你演对手的这个男主角，生敢若刘德华。哇！到演到，直接演到。听到我都规个嘴都拢流来，规个都飙起，都演流够好个啦。冇问题哈，冇问题，冇问题。好来，安尼我唔懂，来无。好来，我甲你解释一下哈。第一步就是安那，男主角徛伫个树仔骹，咧等女主角迄个情形。安尼知无？都演流够好，伫树仔骹两个人，即步伫树仔骹，嗯，正好，冇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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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同我上工啊！来，行。这个时阵，主角点点在树下，思考着女主角为何暗来。阿好啊，阿好啊，来来来来，换你啊，紧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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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我也要，就我也要。啊，你真好真好。啊，男主角甲女主角伫个树下骹，啊，安尼男主角看到我，啊，是毋是直接甲我揽咧？啊，可能是阿姐巧子。阿妈，你瞧一下啦！哎，唔免啦，啊，唔免这麻烦。阿妹，你来，你伫遮吼，徛去男主角边啊，因为你是演男主角边啊迄丛树啊啦。啊，哎呦，哎，安尼敢会大材小用啊？叫我演一丛树啊，哪有道理啊？导演啊，哎呦。阿好啊，听我讲，你会当甲一丛袂叮当的树啊，演到活起来，迄种的感觉呢，反正你会得到最佳女主角，你敢知？哇！安尼讲有道理。时间有限啦，赶紧去做准备，赶紧去做。好，准备，准备。哎呦！惊死人啊！导演，迄手啊会震动，同时妖怪哥，惊死我袂演啦，我袂演啦。啊！笑死啦！哎、欸，演电影啊，毋是真个啊，安尼也袂使，安尼也袂使，安尼也袂使。说落来，这场男主角行到公园个莲花池，伊想到女主角上爱莲花咯，所以停落来，点点啊咧思考。终于，伊看到啊，阿浩，阿浩来。换你啊，换你啊！哦，对我也晓，对我也晓。嘿，这届会使叮当了吧？哎呦，哎，放心放心，安啦安啦，这届绝对让你发挥的，让你表现的。不要好。哎，来，紧紧紧，就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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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有够好啦！导演啊，导演，你不是讲演一片莲花，莲花内按水内底射出来，搁我面色啊！哎，救命哦！导演啊，导演啊！啊好啊，你这届是演一片莲花呢，你爱倒伫个水池啊内底呢？啊，我唔爱倒伫水个内底。这是一种敬业的表现，你敢知？要好好互你表现呢，互你倒伫个水池啊内底，互你演一个会叮当的莲花，你敢知？吼，演叮当的莲花哦，啊！啊好啦好啦好啦，莲花就去莲花啦，啊看要安怎莲啦，啊气死人啊！这个时阵，男主角行到莲花池，一点点看到水底莲花，就这个时阵，奇迹竟然发生了，水底内底莲花竟然开出一蕊一蕊、一蕊一蕊、一蕊一蕊的莲花，敢若亲像奇迹就要发生了。完美一个乌仔憨子啦！哎，演规半部，若毋是叫我演迄袂叮当的树仔，啊若无啊，伫水底扑扑出个莲花啦！规半部啊，连男主角个嘴都无沾着，安尼糊糊都拢无，乌仔憨子啦！哼，我不爱演啦，气死！啊好啊，啊好啊，稍等下啦，啊袂演完的啦，哎、欸。